这个也是你爹的，拿着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为你爹攒的。你爹这常年的采集药材，对什么药材他都了如指掌的。自从啊，到了咱们这个铺子，在收药材方面啊。 真的能看得出这药材的这个品质的好坏呀、啊，价格的高低呀、啊，把关的可严格了。哎，所以咱们陈家药铺啊，这个批发生意做得这么大，各个地方都来咱们这儿批发，这离不开你爹的功劳。哎呀，你爹这一天到晚。 就知道干活啊，干活。我就琢磨着，我应该额外的再给他一笔钱。刚开始，你爹不同意，我就硬塞给他。最后，他还是拗不过我。他跟我这么说，他说：“陈老板，你把这钱帮我攒着啊，因为拿回家之后啊，可能就被你娘给花了。” 一直在外面说我坏话，不行，这个钱不能给忍冬，我要去拿。这钱还是给你娘攒的。他说，他要是有个万一，好给你娘有一个养老的钱。养老的钱，我爹他最疼我娘了，虽然嘴上说的。 跟他的心思我知道，他跟我说，虽然你爹跟你娘这常年的吵啊吵啊，可是你爹说你娘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分。他说自己是个粗人，你娘漂亮，委屈他。 就上次离婚那事儿，你知道你爹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说，如果你娘能找到一个让他放心的人，他就可以放手让他去过去。你，哎呀，跟你爹啊交往了这么长时间。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，你爹把你娘领回来那几天呐，你别看他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这心里面他甭提多高兴了。他说，只要你娘她愿意留下来，他这心里面就定了，以后。 你娘就再也不会离开他。谁知道日子刚刚好，刚刚好，你说你爹就走了。这好人真是命短呐！爹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娘。 你就放心的走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娘的。好孩子，你爹没白疼你。好友，你这个死鬼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 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不。
东，哥，娘呢？娘没在家呀？对呀。这么晚了，她去哪儿了？明天一早，我们还要给爹出殡呢。我刚从灵棚回来，娘也不在那儿。那你们给爹守灵，我去找找娘。 黄泉路上冷清，你多喝点酒，身子暖和点。我陪你喝吧，你一个人喝也无聊。那时的你，说着梦想。 春天，你怎么能留下我一个人？为什么你要死后才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？为什么在你死后我才知道？ 我怎么就这么不懂得珍惜你？怎么不懂得珍惜你啊？这是怎么了？忘了啊？这次出门之前，我不就跟你说过吗？成亲的时候，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。 所以这次出门啊，就给我买了这个戒指啊！我为买这个戒指啊，白天在山里忙，晚上也在山里忙，都快累死在山里了。喜欢吗？好喜欢，好喜欢！哎呦，好漂亮的丝巾啊！娘让我看一下。 手脏别摸。哎呦，真好看！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这丝巾可贵了，爹可花了不少钱给你买的。我也只是路过，路过那个集市，看有人卖这个。嗯，你戴上这个挺好看的。嗯，看在这丝巾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你回来！ 我要你回来！你又本事就把我休了！我这么坏，你该狠狠地打我一顿！你回来，你这个大笨蛋，你回来！娘，娘，娘，你不能这样！娘，不能想不开啊！娘，你松手，你松手！娘，走开啊！娘，娘，你别这样行吗？ 您不能这样，我已经是亲爹了，你不能让我再失去您啊，娘！为什么连女人对我这么好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不能这么残忍，娘！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！不是，我不是你娘，我不是你娘，娘，您是我娘，娘，娘，你别这样。 你千万不能想不开啊，娘！仁东，我想你爹，你能不能让他回来？你让他回来好不好？娘，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我们要坚强，我们要坚强，您知道吗？您一定要记住。 我会保护您，会养您的。别哭了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啊！我一定要为阿瑶报仇。